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了？我们已经在，如果按照相关专研论的根本颂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已经到修行及诸地佛陀等三宝不疲倦，不单着不厌，周遍摄持道嘛，对不对？我们是应该到这边了吗？应该是这边这一个偈颂涵盖了大圣的教授里面的前面六个了吗？前面六个里面来讲说什么？我们是讲说有修行是二谛吗？诸谛是四谛吗？佛陀等三宝是三宝吗？还有说不单着不疲周遍摄持道是讲三个精进或者所谓的正行吗？是我们上次来讲说从正行它本身的本质到正行它的所缘到正行的能依，就是为二谛嘛，四谛还有之后的三宝。那之后呢，那正行它本身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到底什么叫做正行吗？我们在这边要修行菩萨道的或大圣道的正行是什么呢？还是不是就是说所谓的精进吗？而精进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说这边的精进来讲的是什么？是为了对治三种的懒惰而安立出了三种的精进吗？或者刚刚讲的说不单着精进不疲厌，或者 不消极或者不懈怠的那种不疲厌的精进，以及说周遍摄持道的精进吗？是不是他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呢？就是对治三种的懒惰吗？三种的懒惰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是不是说哦，如果原念到所谓的他上次是不是讲说无意义的以无意义是吗？或者懈怠吗？他把这边把它说成是懈怠吗？或者我们讲说什么的话呢，就是说单着恶事吗？可是因为我们提到说单着恶事的话，好像会认为说它是一个不善的吗？可这边的单着恶事并不一定，当然也有包含着恶的事，可是这种恶事不一定就是所谓的善恶的恶事了。总之是什么？是跟我们现在要正行要修持的道为别的事情。像比如说我是不是我说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的话，假设我现在正行的是针对是什么？是针对的是定的话呢，我是想要修三摩地的话呢，纵使我去原念着是布施持戒，哦，纵使哦，我是原念着我要去修菩提心什么等等的话呢，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等于是单着恶事的障碍了。我们不是一般来讲不是哦，一般来讲不是。可是是不是我如果我现在是针对我要去修持专注一致的三摩地来讲的话呢，如果我看你看我假设我要好像把内心安住于一境上面，而我这边想说哎，我等一下要怎么，我要修菩提心啊，哦，我等一下要去布施啊，我等一下要持戒啊，哦，我等一下要修忍辱啊什么等等等等去修的话呢，这是不是都是一种障碍？对我修定来讲是障碍吗？和这个障碍是什么呢？等于是心往这边走的时候呢，这也叫一种懒惰。
这什么懒惰呢？就是单着恶事的懒惰吗？所以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以前我有可能大家还没有那感觉？我们说，就像我们说什么，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说，如果是像中士道，以普道次第广论的名词来讲，中士道或者说什么，为我一个人去修持，希求解脱的心来讲呢，以这个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应该修呢，还是应该是断的呢？这应该是我们应该要修的吗？应该要修的，这是我们可以希求的。可是如果对一个要走菩萨道的，一个要走大圣道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呢，这样子为我一个人，仅仅只为我一个人希求的解脱心的那个希求的这种出离心，是不是以大圣道来讲的话是一种障碍的吗？一般来讲它不是障碍的，可是对于一个修学菩萨道的人来讲的话是一种障碍吗？是不是我们来讲的话，来讲同样这边来讲的所谓的单着的恶事的懒惰来讲，当然有一种的懒惰是哦，我完全是譬如说我们讲什么哦，如果应该假设我说像现在学生们或者我以前像小时候一样哦，如果应该要写功课的去什么单着于玩电动啊，单着于去想要打球啊，是不是？我说一般来讲，你看我们来讲哦，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要去运动嘛，对身体好。可是我在你要写功课的时候呢，你又去恋爱着打球的话呢，那种恋爱是不是变成一种是障碍了，也是一种所谓的懒惰了啦，一种懒惰，这叫单着恶事的懒惰。它的对治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刚刚讲就说不单着精进的嘛，不单着精进。而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消极涣散的懒惰嘛，或者消极涣散的懈怠是什么呢？哦，我认为我做不到啊，或我没办法做啊，或者我说什么还有什么来讲的话是说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吧，也不用要求那么高，到这样的就可以的，这样子的思维的懒惰来讲的话呢，我们叫什么？那叫消极涣散的懈怠，或消极涣散的懒惰啦。和这个来讲的它的对治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说不疲厌的精进了吗？不疲厌的精进。而第三个是什么呢？轻蔑之身啊，应该是讲什么？反正我应该，对不起，我应该把两个来讲的话，应该什么消极涣散的是，对不起，我把两个颠倒过来了。消极涣散的懒惰是什么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累了啦，松懈的啦，松懈的这种心情来讲的话，可是有一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广论里面讲到说有两种的？有一种叫说什么啊？暂止习力的。或有些也要休息的，所以我们在或者有些不同科班说什么哦，上座应如何修，下座应如何修，等于说还需要地方要休息，不是说完全不要休息。可是这种消极涣散的懈怠或消极涣散懒惰是怎么，就完全是疲倦呢，完全提不起的那种。这来讲的话呢，看这个来讲的精进呢，对这什么就是不疲厌的精进吗？不会感到懒惰的。而刚刚我们讲到最后就是轻蔑之身，就是这个来讲说啊，就是或者说认为我自己做不到，或者就是什么呢，哦，我这样子做就够了，不一定要到完整的圆满的时候呢。它的对治是什么？我们就叫做周遍摄持道嘛，对整体的要一份了解了。它就是我们上次在讲说三个正行嘛，这三个来讲，还有我们上次略略的到介绍了这种三种精进了。它一般来讲，精进在别的经书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我们一般讲说它会讲两种精进，或者也有人讲说它叫三种精进。一种叫什么？一个叫我们讲说勇猛精进、长精进、勇猛长精进，这三个吗？和等于说勇猛精进、长精进跟勇猛长精进是什么的话呢，它的代表是说
若是有勇猛，不代表他一定有长的吗？有长的精进也不一定代表是勇猛的。他有一个是最完美的或最完善，什么是勇猛长精进的？和勇猛精进的话等于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收在一起的话呢，应该这样子说，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精进做一个比较，像我们用色类学以前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变成像四句型一样了吗？假设我说这两边，我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说，像周遍摄持道的精进跟勇猛精进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四句的嘛，对不对？可能是勇猛精进，但不一定是周遍摄持道的，而有可能是什么周遍摄持道呢，但不是勇猛的，而有两者皆是，两者皆不是的嘛。那勇猛精进的意思是什么呢？勇猛精进是说什么呢？等于是说什么？它是那一种，强烈的，或者说强力的，很，应该说在藏文这个词的这他用的勇猛的时候，他用什么是？他把它翻成，有些人把它说叫翻成像恭敬精进，可是恭敬精进有一点奇怪。恭敬是什么？就是哦，好像我硬着头皮，我愿意的去这样去。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精进呢，我们叫勇猛精进嘛。或者我们一般举的例子来讲的时候，我一般举的像什么例子来讲，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赛车，赛车里面它不是有一个我们一般的车子没有有一个叫一个 nitro， 那个有一种气是你不能随便乱踩，你乱踩的话它会飞奔起来，和那个从那个排气口里面会冒出火那样子。可他如果很多人在玩赛车的那种人，他会暂时的压，他那个车子好像会飞奔一样那样子，他会有几秒钟的，大概五秒钟十秒钟那样，这有点像勇猛精进就这样子。最后有一个你不能太慢慢的，或者你看我说我们开车应该也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看你要超车或者你要过的时候，你要有时候给他多踩一下的油门，人家就超过那个人了吗？或你太慢了，那也没要超人也没他有时候要踩用力一点的话，那等于叫勇猛精进的。可是勇猛精进指那个五分钟的热度，如果没有很长的话呢，那也是有很多事情是只一点点一点点一下子而已嘛。所以也要什么呢？也要有一个叫什么叫长精进嘛。这个长精进就什么呢？它是细水长流的嘛。这个精进不一定是很快的很猛的，可是它是那种细细细细的。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解释的例子，举的例子就说什么，他说你看粽子像水滴，从岩石下来，那个水滴这样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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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来的话，它也可以把那个岩石抄出一个洞啊。那就是像我们的精所谓的长精进是要这样，它这样虽然它不一定是很强，可是它是那种好像没有停止的，这样慢慢慢慢去做的，这是长精。可是这又变成什么过失呢？有长精进没有勇猛精进什么，它就有点像永远那个恒温嘛，温温温温温温的，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你说那什么时候这个水会滚呢？它大概就是这样很温着这样子。那最好的是什么呢？是要具备的就是勇猛跟长二者精进嘛。它需要爆发的时候呢，又可以爆发，可是又什么又具有那种长期的恒长的，可以一直保留续流的这样下去的这种精进呢，我们才叫长精进。所以这在我们很多经书里面看到的精进的分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什么，或者就是看到我刚刚讲的，我们讲说什么不单着、不疲厌、周遍摄持道这三个精进，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分类，它总分是什么？就是勇猛精进、长精进，或有些人是把它分成叫什么叫勇猛精进、长精进、勇猛长精进，就是两个都具备的。这样一个来讲的话呢，也有这样子的对精进的分类了。好，那这以上来讲的话，我们在于说，十种教授，十种大颂的教授，我们是把前面六个讲完，我们准备要讲第七个教授了。
第七个教师就是什么的后面的，他不是讲说根本颂来讲，我们是不是讲到说不贪不单着不疲周遍摄持道，还有什么呢？后面是不是讲到是说五眼六通德嘛？五眼六通德，根本颂来讲，这一句来讲的话呢，它涵盖了什么？它涵盖了第七个教授跟第八个教授。那第七个教授是等于说什么呢？我们是讲说全是无眼的教授，跟第六个教授是第八个教授是什么？是全是六通的教授。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说什么？我们常常在经书，或者大家如果以前有习惯看佛经啊，或看书，他有没有讲说，像在那个什么？在《金刚经》里面有讲到啊，或者在什么，在《地藏本愿经》里面讲什么哦，五眼六通，五眼六通。那到底什么叫五眼，什么叫六通？我们今天会比较清楚跟大家讲了。但还没开始正式讲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说五眼的分类吗？五眼的分类，简单来讲，我们是不是说什么讲说有所谓的叫肉眼、天眼、智慧眼、慧眼或者慧眼、法眼、佛眼嘛？这个五眼叫做为五眼的话呢，那我们今天会一一的定义来讲。和前面的是什么的话呢？我们一般讲说肉眼跟天眼的话呢，这是内外道共同的。只要有获得基本的禅定，或者什么，我们上次在如果像明天的九柱星讲到，只要获得基本的奢摩他的时候呢，他可以依着奢摩他，也就可以获得了无眼或者六通。可是后面三个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慧眼、法眼、佛眼的话呢，这不要说是有跟外道一样，就是总是凡夫也不会有这后三者的。这后三者来讲的话呢，唯有是什么？唯有是我们讲说身宝，或者唯有圣者以上才会获得这三个的。哦，这大概是他简单的，我们先从他的第一个来讲的话呢，那首先我们先看这边的话，大家请看，我们已经讲到来，我们等于是讲到说第九十九页的这边，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他说在十种教授中说开示第七种的无眼的教授是有理由的，因为是位于正行自主屈辱的缘故。那这边的意思说什么的话呢？他说我们在于前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六个前面教，他是不是有一段一段一段在总摄？等于说啊，如果把修行总摄起来是什么呢？它分世俗的修行、圣意的修行嘛。和如果要获得这么大的分类的修行的话，我真的要获得解脱，要获得一切种子的话，它的修行要从哪里呢？是要去修持四谛吗？苦集灭道吗？那透由修持苦集灭道的时候呢，获得的道地灭地才会获得法宝，有法宝才会有身宝，有身宝才会有佛宝的时候呢，所以这边是所谓的能依三宝嘛。哦，开始有所谓的三宝的修持。那如果这些都是在讲说，哎，修持的总摄起来可以分为圣意世俗的修行，又可以有说修行正行的所依，修行的能依，啊，修行的所缘等等。那到底修行是什么呢？哦，就是我们上次讲到那三种精进呢。那第七为什么要讲到无眼呢？这边来讲的话，法尊法师在这边翻的有一点点的，对不起，法音法师了，他翻的有一点，按照藏文来翻，可是有一点难，我是自己觉得他有一点难看得懂他自己的意趣或者背后的意思什么呢？在藏文的话，应该都比较有一点容易了解的来讲，说什么呢？他说在第七个、第六个正行来讲了之后呢，第七个为什么要讲无眼呢？因为等于说我要自主的了。如果之前的那个精进的修行的话呢，
很多可能是被动，或很多是要靠他人啊，他人的资讯或他人给我辅助了。可是有什么我可以变成我从我这边开始自足呢？我这边可以有那些能力说我要去精进于什么呢？而是透过无眼的辅助、无眼的帮助呢，我才有办法去修持吗？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他开始讲说要讲无眼是什么了。好，那这边来讲的话，后面我讲说我们就不解释那个佛经的那个佛经来讲，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大菩萨以肉眼可见百由旬，乃至到200、300、400、500、1000，怎么等等等等的话呢？等于是说每一眼它的出处，或者它是依照佛经里面在哪里有讲到说什么讲到肉眼的，在什么时候有讲到所谓的天眼的，什么时候有讲到慧眼，什么时候有讲到法眼，什么时候有讲到佛眼的话呢？这等于是他一按照这个而做一个分类，而说哎，在佛经的，是不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他引用的佛经是什么？他说虽然是指这边讲佛经，可这边的佛经在指什么呢？是在讲般若25000颂吗？般若25000颂，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般若经当中，它比较是适中嘛，也没有那么的简略，也没有那么的广，像10万颂，它般若的中品，或者我们所谓的25000颂的时候呢，而它那种适中的时候，在这边宪光庄严论主要要诠释的是。